前面这一位衣服没有遮到肚脐的是原配文，他抱着黄宝进。哦，所以家长哦要体谅，有要求就是对他们要求特别高，吃了吗？睁眼闭眼，哦，好棒好棒，回家呢。啊，你们好厉害啊！好，给给给。好，快点了，去找你们姐姐，好，赶快去。这个吼，什么拢无烦恼，甲我讲，我下两下本小寿司哦，听半波。这个发小寿司吗？这个你说什么？小寿司？会会会，每人都一盒。好好好了，别给他们吃，好，你自己吃。去搞一下。好，完了之后过香，对不对？预备。刚刚有拍照的哈，麻烦一定要打卡。